今日前的深渊，万物已改变。我拥抱着你，仿佛通体透明。我背负着你，前往爱之深意。那遥风且行且听且意，相互有意。遥风过眼，过耳过心，梦是一醉。遥风且行且听且意，一世迷醉。才发现你不是人类的气味。是什么呀？你不是问我什么是量贩 KTV 吗？我在网上看不是这样子的呀，应该有漂亮的房子，还有小吃，各种灯光才对啊。一切以实物为准，图片仅供参考。来来来来来，这首歌特别适合你。你怎么跟我爸一个品味啊？这个叫淮阴树。这不天仙配吗？我们那个时候这出戏叫淮阴树。这老树怎么跟董永一样不会聊天，开口闭口大姐。我要是七仙女，早就把他给连根拔起。好好看戏。那五毛钱特效有什么好看的？最近在做一个地产项目，你有时间来实习吗？我吗？有有有有有有有，随时都可以。那这样，下午呢，我先带你去看一下，两点在学校见吧。好，学长再见。喂，你肿吗？肿。夏葵吗？他好像穿着一般呢。每天面对我们都无惧，当然需要一个可爱的小师妹啦。没
对啊，不过这个小师妹也有点太朴素了吧。你们啊，别瞎猜了，小葵他们家条件不是很好，我答应过他，给他找一点事情做。哦，快点做图吧，就知道爸爸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嘉盛地产呢，就是周景老爸的公司。什么？朱嘉盛是周景学长的爸爸？对啊，你才知道吗？我去，他可是我除了蚂蚁爸爸之外第二佩服的企业家。嗯，你看啊，他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周景学长呢已经接手一些公司的项目了，所以你要赶快登堂入室啊，对吧？我真的可以吗？我想既然周景学长都已经敢让你去公司实习了，所以呢再发生一些什么更不靠谱的事儿也不是没可能，是吧？那带我吧。这什么鬼啊？现在最流行的国民老公都喜欢的网红妆，再说了浓妆遮水肿。小乖，我到这边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刚刚看到你从我身边开过去了。啊，刚刚招手的是你啊？刚刚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认出来你。没关系，估计连我爸都认不出来我。那个挺好看的。对了，小乖，我前几天做梦梦到你了。啊啊，哦，是吗？你不想知道我梦见什么了吗？对啊，梦见什么了？我醒来的时候也记不太清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嗯嗯，没什么。那个叫小葵的姑娘，你尽量离她远一点吧。项目的住宅区大概就在这一块了。这个广场也是吗？嗯。那这棵树呢？之后要通管道，还要盖楼，这棵树肯定要砍掉了。
天仙配。来来来来来，请来人，来来来，都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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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说，广场舞大赛咱们到底选哪个曲子？选小苹果。小苹果。哎，太没新意了，现在是个人都会跳小苹果。我觉得得加点民族特色。我听我姨妹子说，花清源改了扇子舞了。扇子舞。哎，天仙配。天仙配怎么样？啊，天仙配。哎呀，那太 out 了，不中不中不中。不是，他个、阿姨，打扰了，请问一下，这棵树是老电影《天仙配》里的那棵吗？对呀、啊，啊，那得有50年了吧？差不多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谁记得清？啊、哦，谢谢阿姨。我要尿尿。哎呦，尿。我顺便尿尿啊！哎，好好好，哎，你们先歇会儿，先歇会儿啊！等等，走，快去吃。你谁啊？不就是化了个妆吗？哦，对了，我饿了，做饭去吧。就吃泡面呗。杜娘说了，泡面里面热量1430千焦，还有脂肪17.2克，膳食纤维只有0.4克，还缺乏什么锰啊、锌啊。说人话。不健康。那你拿来给我吃吧。不吃剩饭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荷包蛋猫饭。你们家祖传啊？啊、嗯，那都是假的。还行吗？哎，那必须呀。好吃。这又是你妈教你做的？那时我才10岁。哼，我爸他动不动就出去躲债。他怕我一个人在家没有饭吃，所以就教我做猫饭。他总说一吃到猫饭就哪都不想去了，所以我每天都在练习，心想等他回来给他做猫饭，他就再也不会走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他发现我更会做饭了，所以啊，他更放心的越走越久。不过他每次回来的第一件事
就是给我做冒犯，因为那样我就会原谅他。所以每次吃到冒犯，我都觉得很开心。怎么了？你以后真的别化妆了，真的。容易吗？我都躲在柜子里面躲了一天了。死狐狸！我哎，这你这么喜欢柜子，那就不要出来好了。喂，你哎，喂，放出去！喂，走了。啊，有一只老鼠。啊！你别把它放走啊！我给你看看。好。爬进我小姑老婆家的，我问，你是捉妖师啊？啊？那你是捉妖师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们认识啊。对，这不是之前，这挺长时间以前，咱们这我也是捉妖师，我叫淮安。哦，你也是捉妖师啊？对。那你也是来捉白霄的吗？你说那千年老狐啊，我刚才路过这儿的时候啊，我就用咱们捉妖师那种灵动的感受，我就一下就感觉到，
特别浓重的妖气，然后我就奔着那窗户去了，然后就之后的事你就都知道了。那你的祝妖龙呢？都得有啊。嗯，这不刚才摔了一下吗？我估计是落在那儿了。哦，那你恐怕是很难取回来了。啊，那只死狐狸太厉害了。真是，你说那狐狸怎么能在你老婆家呢？小龟身上有灵珠，他被白霄控制了。哎，你戴这种帽子，你戴个绿帽子，你是不是讽刺我？你是不是讽刺我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给我摘下来。兄弟，我这帽子戴好几百年了，不是我戴上的，我这这下这娘。兄弟，你听我说啊，就是，就跟这帽子无关，这帽子就是好好就戴着呢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就刚才我趴窗户那儿看见你是不是手里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血符，然后你当时把那老白给啪就定住了。是啊，可是没用啊，我都试了好多次了。哎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一定会把那只死狐狸给收了，救出我小葵老婆的。哎啊，你想救你老婆？嗯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但是得需要你们配合。到时候把那个老狐抓到你这猪妖笼里，任凭你处置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买卖这东西肯定是。收吧，收吧。怎么才能让白霄吃了这颗豆子？祝您用餐愉快，满意请给五星好评哦。是吃的？是好吃的。哦，谢谢。垃圾帮我带一下。这个也帮我带走。挑食，哎，小葵老婆，你干嘛？送花。送花干嘛？因为喜欢小葵老婆嘛。你再叫我老婆，我立刻喊白霄来杀了你啊。别，你还是回去吧。白霄在家啊？再又怎么样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死了那颗抓白霄的心吧。好，那你花一定要摆在客厅，打开窗户透透气，狐狸味道太重了。好吧，不过下次你别再送花了。要是实在想送点什么，送钱。算你算你算你，噔噔噔噔。
啊，停！怎么了？刚才有只虫子飞进来了。啥？赶紧把窗户关上呀！怎么了？下毒了？怎么会呢？嘿，今天晚上有客人要来家里，你到时候可别用妖术吓到人家了。谁呀？你居然舍得请客了，还买了我最讨厌的花。花是思辰送的，是周姐学长要来，他帮我找了一个好的实习机会，我总得感谢人家一下吧。在家里吃总比在外面吃省钱吧。这什么呀？蛋糕啊。那怎么没给我做过？你不是只吃肉吗？谁说的？哎，就两个。哎，这个是不能吃，这是给学长的。我饿了。学长，稍等。我给您拿双鞋。啊，谢谢。嗯，给你。啊？哦，我刚刚路过宠物店，顺便带了一点。我记得你不是说过你养了一只萨摩耶吗？小葵，你家三毛烟呢？吃太多，撑死了。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的亲戚，远房大姨父。大姨父？对。你好，我是周景。学长，你先去那儿坐一下吧，我马上就弄好啊。我帮你吧。啊，不用了。别客气。快一点。外甥女啊。是吧？这个灶台可能要换电池了。
学长，你以前是不是经历过火灾？啊？你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啊，我是看你这么怕火。啊，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火灾。哦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小关，啊，我现在有点急事，马上走。啊，你不吃了？不了，下次咱们再约吧。今天实在抱歉啊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们吃什么呀？哎，叫外卖吧。你好，我刚点的外卖到了呀。那是我搞错了，那这份也送给你了，祝您用餐愉快。都这么拼了吗？不接呀？他们家肯定什么东西又坏了，要来咱们家。好吧。您好，等着快递。啊。递给我啊。快递我帮拿，祝您生活愉快。啊，莫名其妙。喂，白霄呢？洗澡。哦，我家热水器坏了，我要过去洗一下澡。啊，这么巧，我们家热水器也坏了。白霄不是在洗澡吗？他洗的冷水。怎么能让他用冷水呢？这样吧，我来帮你们修热水器吧。要不然你先修你们家的。小葵，当初是谁从白霄的魔爪下救了你？好，我等你。娘，回头家政。我们没叫家政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搞活动，免费体验。思辰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可能你觉得我的声音比较像思辰。思辰是啥？我是灰度家政第260号家政人员。思辰，你要想死就直说，玩笑在下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那麻烦你把那颗长得像红豆但不是红豆比红豆大一点的豆子还给我。好像是有一颗那么大的红豆，我把它放到蛋糕上被玩笑给吃了。
你了。你怎么了？吃了我的豆子。我日思夜想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这豆子哪里弄的？你还是先操心你自己的小命吧。哼，思辰，你要干什么？收了他呀，他抢占你家，混吃混喝，这么强行霸道，我要把他的灵气都吸走，让他变成一只野生狐狸。到底是我怎么了？我小坤，你不会吧？他要杀你。我知道，我这是在救你。我知道啊。那可是，那你这么犹犹豫豫的干什么？我哦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是被他威胁久了。不用怕，交给我。你先出去等我，等你再回来的时候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可是我……哎，别我了啊！赶紧去，出去等我。去去去去！哎哎，思辰，快出去吧！哎，我……哦。白霄不会真的被思辰收了吧？你都把我口诀给打断了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戴这个绿帽子讽刺我！救我啊！他又不是妖，掐他干什么？他又不是妖。好了，那还有谁死胖子？你不该跟我说你要捉白霄了吧？现在把他盯住了，你看着我们干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捉白霄了？我就是想把他盯住之后拿灵珠。思辰，你引狼入室就算了啊，你把人死狐狸盯住干嘛？我盯住他不都是为了救你吗？要不是你捣乱，我早就把他给收了。你不是死个荷尔蒙综合症爱上那只狐狸了吧？我没有，我才没有呢。那你脸红什么？我今天给你夹了脖子，都不脸红了，这今天也脸红了啊！不是，行了，你俩能不能不吵了？稍微尊重我一点，不行吗？我跟我小辉大宝吵架，你打他！快走！小辉，白霄也在里边。白霄，你没事吧？他到底什么妖啊？树妖，他给我吃的是幽矮豆子。幽矮豆子？怎么解开？你解开定身不就是妖？别说了，我宁可定一辈子。到底怎么解开？你别动啊！捉你是我的使命，被捉是你的命运。白霄，这次让我来结果了他吧。
你别吵！我来给你们送温暖啦。哟，维修师傅这么快就到了。别开门！死胖子，别弄乱我发型！死胖子，叫谁死胖子了？我弄乱你发型怎么了？弄乱你发型怎么了？赶紧把灵珠给我！白小，你快来救我呀！千年老花妖，你能不能不浪啊？赶紧把灵珠给我！老娘活了一千年，就没人说我。你再说一遍！再说我你！看我呀！啊！真的是，哎呀！白香，吓死我了！阿秋，他吃了右矮豆子，动不了了。右矮豆子，我来帮你啊。嗯，不要！你不要过来！把它给吸出来。是寂灭的。
对我挺喜欢的。空空的，我不是你的，我是空。